Hello，大家好，我是 Amy。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太阳圣德老师一起聊聊天。老师您好，你好。老师，我有时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会看到别人的车牌。那中国人最喜欢好数字嘛，什么888、168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一看到这些数字，我就会特别看一下。那我这几次发现呢，就是有好数字，有888或者是什么68。不管是去买的或是凑巧的，有的时候看到这个车主坏在这个车子的本身，跟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不大配哦，就是这个车子可能有一点破旧，的破旧，然后有一部特别明显，是连油漆都掉掉了。了，可是它的数字太棒了，是什么什么英文字母，然后再加888，我心里就觉得奇怪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数字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可是有的时候看到这样子，哎，不配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师？数字会不会给人带来好运呢？还要看那个人有没有那个命。你说这个人没那个命，再怎么扒来扒去也没用，是不是？因为他命里面该要得的地方你把他锁住了。那你说这个什么888与否啊，有那氛围在那边，他也接收不到，是不是？那你说你能不能够得到这个车牌888呢？然后一般人觉得好168啊这些有的没的呢？那要看你在正常情况下你有没有那个福分。你说这个888或168或什么，对人没什么太大帮助，但是你至少看的心情舒畅啊，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也是好事一件呐、啊，是不是？但你能不能拿到呢？那就看每个人有没有够格了。是，好，那这里面你说数字对人有这么样的用处吗？万事万物里面，其他跟数字是息息相关，这个是不可讳言的。但是问题是，这么多的数字关系里面。同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由混在里面，去取决其中结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所以你说，就光拿一块车牌，然后你就属于这个人运气很好，那也是过早。那你说他没有这个运气，那怎么拿到这么好的车牌呢？你怎么知道他拿车牌是什么时候？可能他拿车牌的当下运气很好，后来就落魄了。那后来可能连能够去让车子有更好的处理，可能都没那能力了。所以他有那个车牌，但他没有那个车啊，就是你刚刚在路上看到破破烂烂的车，是不是？外面你还觉得那是一个大好车牌，对，那这就是讽刺，是。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人，把自己真正身心灵的能量场提升，把一切事情简单化的、和平的、圆满的这样的运作，或者是对一些比较烦恼的诸多事实，把它圆满的落幕。这对于我们整个能量场来讲才有帮助。如果你说今天只是为了车牌的这个观念，或者是为了衣服形式的观念，然后去给自己趋吉避凶啊，你是不是真的趋到吉呢？你是真的避到凶呢？那是一个问号。所以人家说人算不如天算，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层次，可以把我们自己拉到一个台面上，那个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在人世间要把智慧提升，那在修行的路上应该是最为贴切。所以我们说修行修智慧，那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原动力，好日子应该是每一天都在阳光下对你招手，希望你也每天这样子的 enjoy。那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真的还是如此，应该要尊重天理之间的一个定论。你就会想要去从这方面的角度切入人生，然后面面都看到是正确的，是满足的，是喜乐的嘛，这样子。是，那刚才赵老师这样讲的话，听出来一点就是说，数字这个东西，就是能量是真实不虚的了。数字它有没有力量？它当然有力量。从零到九，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不是天理真理？是啊。所以，当你了解不管是名字还是数字，还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你来讲都会有影响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里面如果能够合于你的本命，在什么样的一个范畴的情况下，你就真的会发现你自己就是幸运儿。是，那刚才老师提到名字，
如果是这些都有能量，名字、字，然后再加上数字，那我们如果去改名字好了，或者是把今天你有的 license plate 换一个号码，这些都可能够转变一些。能够转变一些，但转变不大。尤其名字，我们是说要本命的名字，而不是后来你改名的名字。你改名的名字可能对于自己心里面好过，说哎，我换了一个人，重新开始。那也有可能因为你这样的观念影响到你的思维，影响到你的逻辑，影响到你的态度，所以后面就有很多事情转变，也说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转变，还是我们在讲的，一切必须要有德，德性的德。德不足，你怎么想，你怎么样高兴，你怎么样说的太头头是道，太贴切，说这次一定肯定什么，最后不是那么回事。那又会从这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人间说的算，一切还是要用天地的真理、宇宙的法则来看我们人世间诸多事情中的恩恩怨怨、对错与否。那另外一个月让我想到数字呢，就是这些乐透啊，或者是什么奖券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也是数字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早知道哪些数字是带给我们幸运或者是密码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中间研究来取得一些利益了，老师。人家不是说嘛，人算不如天算吗？是啊，你聪明，那天地比你还聪明。你帮这个人算或帮自己算，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你有这个福分你就受得住，你没这福分，要么是当事人突然有什么问题，要么就是带着某种的不平衡一直陪你到今生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对于人生来讲不圆满还有什么事情好谈，是不是？所以不是说你怎么样想，然后我怎么样算，这个小婴儿他的命就是怎么样，没那么简单的。老师，我有听过有些人就是中乐透或者什么的时候，在这之前会有灵感，就是某些数字会跑出来，他会特别觉得，哎，我要用这一套的数字，他可能在某个地方看到了几个数字。那像这样子的灵感，这是什么一回事呢？灵感我就提过了，灵感其实在我们空间场中有无限的 data， 是我们人间不是在公共区域的唯一生物吗？所以我们也不能自私说那别的跟我们交叉重叠的空间场他们所存在那边的生物就是错啊，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人事物嘛。那么在我们空间场里面的 data， 如果我们今天在那一刹那间刚好可以把某一条的 data 到我们的脑海里面了，然后用我们的机制就把它 convert 变成一个我们完全明了看得到的事实真理与否，那这就是灵感咯。那灵感在人世间很难告诉你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所以你解释不出来的时候，你只能用灵感这两个字来表态，说好像是从外面飞来一笔，你突然能接收到。你接收到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在那一刻你的某一个 connection 或者是某一个智慧跟外缘的某一个部分相连接，所以上来间从那边的资料库convert 就变成我们现在挂在嘴边的某一项主题，是这么来的。那对这个个人来讲啊，他如果中到了大奖或者什么，因为他有这个灵感，那也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运气，是的，一个天财运，是是，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理由。是，你看还有人中了乐透，就第一年第二年还很风光，第五年第七年可能就不但中的钱都赔光了还负的。那你说他中乐透的那一刹那，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一种喜乐吗？他让他不知道这种满足吗？他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后来全部散掉？因为他没有准备好的能量场，让他得到乐透的能量保有在他自己的那一块里面，所以这么多钱到他身上就一下流光了。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自己的习惯，因为一下中那么多钱嘛，以前早餐只吃个面包的，一中了以后可能早餐换三个管子吃，那弄到最后他全身的身心灵可以保住这些能量的，他没有筹码嘛，那全部流掉了，那就没了，是这么回事。所以有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看。当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立刻的抓紧时间做强化自己各方面的调试，这比较重要。是，
我想到的就是有点像刚才讲的 license plate 啊，就是有些人会匹配一些幸运的物品或饰品在身上，好像就是有幸运相伴。那这样的东西，照老师刚才之前的讲法，就是这个其实本身还是要看得知量够不够。是的，你说这个人他有一些装饰品来补充他的能量，让他会更好，那你看他懂不懂啊？你看他德够不够啊？他德不够，在他要带着装饰品的时候，他可能就想不通了。他可能就是像一个号码或者像一个密码，打进去就是错的，再打进去就是错的。我们这边说打进去密码，就可以比喻成他每天早上起来化妆，是吧？这边该画什么颜色？这边该大一点腮红还小一点腮红？那里面它转化成的某种 data，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发生是很有可能的。你说宇宙它是用什么方法？那很简单啊，它把这个数据全部合在一起，然后再做某种的定位，然后把各个不同的位阶define得很清楚。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比较有保障嘛，或者是你也比较有理由让自己看很多事情更清楚，或者是结论你更笃定，是吧？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讲这些幸运的数字与否。那不管有没有这些幸运物品，我觉得老师今天教我们的就是，其实有德最重要，德之量等于是隐形的一个保护层，那也确保我们的吉凶祸福。所以呢，还是个人的修行，个人的德性呢，是比什么东西都重要的。是的。那今天在这里非常感谢太阳圣德老师给我们的教导与教诲，谢谢老师，谢谢大家。